孙悟空，你认识他吗？猴子啊。哦，他是你朋友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孙悟空，你认识他吗？和小小孩一问一答，朱立伦化身市长爸爸，把孙悟空的故事讲得活泼生动，亲和力百分百。小朋友太萌了，还不小心爆了父母的料，龙化市长爸爸逗得朱立伦哈哈大笑。他每次都在不停计算，没办法，而且他工作工得很晚，然后每次回来都会想打瞌睡。为了庆祝世界书香日以及两周年馆庆，新北市立图书馆举办阅读节，以书房美学为主题，首度与家具业者合作，更邀请空间设计公司和文青风设计师，利用业者提供的家具分享布置书房技巧，提供 idea 让大家在预算坪数有限情形下打造低成本的阅读书房。不少小朋友看到温馨的空间都直接窝在里头，不想离开了。在这边读书很快乐，这里看起来很像我们的家，然后看起来很舒服，很开心。我们图书馆是属于全体民众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四月到五月是我们的阅读月，我们阅读月就是配合国际阅读日，希望我们从我们学校的孩子到我们社会的大众，从年轻朋友一直到银发族，大家都爱我们的图书馆。想要待在自己的书房天地，享受书本在纸上翻阅的魅力吗？从即日起到五月底，凭着新北市借书证到特立屋土城店购买家具，即可享有免运费和安装五折的优惠。欢迎市民一起动手打造梦想的小小书房。专家新闻张一勋、陈嘉云板桥报道。